美男根本无抵抗力的女粉丝们请注意，集花样美男与暖男于一身的张根硕已经袭来了。8月27日，张根硕与白百合一同现身力挺韩国电影展，现场到底有多少粉丝是为了张根硕而来，恐怕是算不出来了。不过下面这个消息一定让所有的张根硕粉丝都惊讶到尖叫出来，是中国的女神汤唯度假到了韩国了，那张根硕娶个中国媳妇儿神马的也算是理所应当了。국가간의장벽을넘어서그런사랑의결실을이룰수있다는건너무축하드릴일이고요그다음타자는아마제가되지않을까네지금중국에찾아왔습니다만약에제가사랑하는사람이뭐중국인이라면좀더중국에대해서공부를많이해야되겠죠그리고저의아마두번째고향이라고생각을하고자주찾고또중국에서많은분들에게좀재미있는이벤트라든가그런거보여드릴수있는거를좀연구하지않을까요这是明摆让中国女粉丝抓紧努力把男神追到手吗？别说女粉丝们了，就算女明星也抵挡不了张根硕的诱惑呀。白百合就在现场自曝要为自己的好闺蜜求偶送拥抱呢。私底下我可能会帮她拥抱一下张根硕，然后再飞到剧组去看看她。拥抱了好闺蜜的偶像，还要趁热人肉快递过去，只是不知道白百合这份义气到底会让闺蜜感激还是醋意顿生呢？腾讯娱乐北京报道。